有多寶啊，不妨拖呢啲嘛，即係我哋就二號、四號、七號、八號啊，啲主持揀。二號係心之行幾好啊，四號曾友都好啊，七號年年有型都好啊，隻隻都係近期賽績好噶啦。八號係咩啊？標誌將來呢只就未贏過呢個路程嘅，上次跑第九。有五隻馬贏過呢個路程嘅，心之行、團結精神、年年有型、翩翩君子同埋無敵勇士。入过 Q 嘅咧就系五门齐，五门齐上次跑得几好啊！嗱呢度有三只潘顿上次骑过嘅马，一只系竞赛，一只心之行，一只曾友。心之行上次潘顿骑跑第二嘅，咁如果131磅，我觉得好嘅，冇人让路俾阿蔡明少嘅喎，系咪啊？即系潘顿骑翻呢只曾友，一系觉得佢好，一系有咩特殊嘅交情咁样，即系我唔知啦。但我估都是他自己衡量过128磅可以排个四档，个曾友可以有好啲嘅表现。佢啱啱对上一场佢输咗一个头位啫嘛，所以我就觉得佢揀呢隻马可能有啲见地嘅，就我就要咗佢先，我要四号。咁呢就睇啦，上次赢咗出嚟嘅呢加咗6分嘅就係年年有型。咁上次系田太安两倍都赢到嘅，咁啊而家揾阿潘明辉一号仔，即系一号仔档位系七号咧，就年年有型咧，就梗系想减少少磅啦，咁所以加咗6分之后，佢就加咗2磅咁样。咁五门齐上次都系几好噶，上次都有2分俾佢加噶，真系佢配个薛恩。咁啊上嚟咧就跑第二咁样啊，都有只冷脚咁样嘅，所以输半个马位，所以四号、五号、七号系好好噶。二号咧就上次潘顿5倍跑第二都几好啊，如果继续跟进，如果觉得机会好嘅，131磅 OK 嘅，佢会继续骑个股，所以我就拣四号、五号啦。因为个意思就是薛恩知道只马几好，上次跑第二，如果再不努力啲，再搏下，加下加下啲分数，加下加下又冇咗机会噶咯，所以我就拣四号、五号。多人关注咧就系2、4、5、7嘅呢一场，我拣四号、五号。冇所谓噶，都系啊，都一车嘅啫。佢就系一号仔。竞赛周俊乐几十倍嗰只马，八号仔标志将来主持有拣嘅，标志将来就上次跑第九，41倍，2、4、7、8主持要，我拣4号、5号。五号仔而家影住呢只就系、是、五门齐，上次10倍俾薛恩跑第二嘅，咁都几好啊！佢而家知道咗只马嘅特性，可能会有好啲嘅表现。薛恩今季都几好啊！七号咧就系、是、年年有赢啊！呢只马都有机会啊，加咗6分，俾潘明辉骑告东嚟啊，就俾又要减些少啦。咁又所以實質上佢都係比上一次咧就負磅多咗2磅啫，其實都又係有機會嘅。只馬跑過4次，一個第一，兩個第二，好多人關注嗰度。2、4、7、8，仲揸7胆添，年年有型膽啊！年年有型係3.8倍 win 就1.6嘅位置，二號就係3.6嘅 win 就1.6嘅位置。即系心之行同呢个潘明辉啊，年年有型就系热门。心之行四号就4倍1.7位置，四同彩咧就要96番算数啦，唔240番啦，7胆胎2468。二号咧就系心之行，四号曾友，六号咧就大力猴王冷门，6号20几倍。八号咧就系、是、标志将来都系冷门嚟嘅，
七胎二四六八胎得唔得啦？如果俾佢中咗咧，就好好多钱分嘅四重彩。而家又红绿灯，都系二号七号。我就咁谂嘅，即系如果二号仔得，你可以潘顿骑翻咧咁样。一号、二号、四号都系潘顿骑过，有好表现嘅。跟住然后都系靠赞啊，靠黑。七号仔啊，热门马嚟噶，呢、这个年年有型，几好啊！又嘛，连续三次入 Q。即系话今初六十赢嗰场咧，嗰、那个夏威夷拉停咗，即系唔知系咪气管有嘢咧？又试过一次噶啦，佢嗰个变咗只三号仔就冲上嚟斗后劲。我估跑长啲个将王就更好表现，但夏威夷唔知系咪有事咧？就系、是、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。嗰啲大赛嘅话，啲高分马着数啲嘅啫。第三名嗰啲就系啲较低分嘅马喺度抢啊，喺度争。咁只九宝成日都系有第三名嘅，成日都啊，系一只实而不华嘅马嚟嘅，真系。年年有型七号，哇！而家七号犀利喎，真系1.3位置，唔识拣啊呢只马，想拣嘅真系觉得，觉得只五号仔五门锤上次跑得几好，所以我要四号五号，如果唔系四号七号系都几好嘅，大小潘，最紧要赢到。嗯二米呢只年年有型，飞数啊相当之劲啊！临尾 win pay 齐落24蚊嘅独赢，12蚊嘅位置，年年行运就第三，睇呢只年年有型就第几啦？骑师阿潘明辉啊，都系最早期嘅拍档嚟嘅。好啦，入闸啦，标志将来竞赛。大力猴王、无敌勇士、团结精神，顺利。跟住系五门齐，九号马嘅翩翩君子，二号心之行，23蚊嘅年年有型，同埋曾友。好，尾场嘅赛事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大熱是七，準備好，你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內欄位置年年有型啊，夢巴黎啦，再見你中間啊爭友啦，出面無敵勇士，外面競才都搶埋一份啦，最出嗰邊啊紫色眼罩團結精神啦，心之行大約內欄尾五就早紅衫嘅，拍住佢中檔位置仲有翩翩君子啊，後面三匹馬啦，有五門齊標誌將來啊，咁啊暫時電流係嗰隻大力猴王嚟噶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年年有型就放咗出嚟跑噶啦，第二位嘅馬咧咁啊有呢只競才啦，內欄第三夢。巴黎啊，第四位啦，内栏摄咗上去啦，心之行啊，慢慢攞埋出去，无敌勇士啊，蓝眼罩都系俾人拱出去噶啦，睇下会唔会啊？再后边噶嘛，摄内栏嗰边系翩翩君子，掟出去大外档系曾友啊，后多层嘅马咧就五门齐噶，斗到嚟最后三百啦，年年有型响埋边，数出嚟中间位置，心之行已经系追紧佢啦，咁啊，再喺两只马中间位置，仲有呢个竞才啊，入边梦巴黎啦，外边仲有曾友五门齐大外档嘅大力猴王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心之行咧咁啊，慢慢压住入边嗰只。竞才噶啦，内栏位置仲有年年有型啊，翩翩君子上紧嚟，出边仲有五门齐，接近终点，心之行到唔到？食咗尾糊啦，跑第二名系五门齐啊！哦，即系五门齐上嚟，赢埋只七号仔，赢埋只四号仔，咁咪一二咪二五一啊，变咗二五一啊，二五。二五一系啊，只曾友又冇咗，只呢个年年有型都冇咗。哎呀，真系啊，揸只五门齐胆啊嘛，失中啊，我即系拖啲心之行啊，拖呢、這个。
跟住再睇下点跑先。我睇下只七号仔点解会输嘅先，真系。高东尼好识好识赛马噶嘛，真系啊！我落咁多飞，落咁多飞真系。睇下点先，七号仔喺呢度啊，冲咗出嚟。我一号仔一早系好好有计划咁喺前面跑嘅，啲竞才周俊乐啊，叻仔喎真系。都被约束嘅，约束到擘开口。咁啊，七号仔就冲上嚟，一号人唔放佢，吓、啊、一路啄住佢，就系咁啦。咁啊，二号仔心之行喺呢度啊，呢个蔡明兆真系好嘢啊！咁潘顿咪好好惆怅，真系佢唔要呢只二号仔，二号就实在跑得好好、啊、喎，买油喎、啊。咁啊，五门齐喺后边，蓝色呢只薛恩，其实买呢只 Winpay 都几好啊。咁啊，蔡明少冲上嚟，咁啊过咗呢个竞竞赛，我呢只七号仔喺里边冇力啦。咁啊，五号仔冲上嚟啊，五号、二号、五号，二百几蚊 Q 啊，真系啊！好嘢。